喜欢了很久的教练给我吃了口雪糕后，教练，你让我吃口你雪糕呗。不行，尝试自己买去。哎呀，我那商店那么远，而且这么大的太阳，我去买不我都该化了，别说雪糕了。行吧，我就吃一小口，就吃一小口，我就从你这下面你没咬过的地方咬，咬一口。行不行？求你了，就吃一小口，一小口。行，就一小口啊！我跟你说。行。一小口，一小口。你别生气。教练，教练，你别生气了呗。干嘛也开在中间，你们俩。哎，不是，你别生我气了。你看天上，你往上看。干嘛？你往上看就完了。教练，这天上是啥呀？怎么样，兄弟们？哎，教练，教练，不是我怎么感觉你还有点不太开心呢？你说你一天有意思没啊？整点这种乱七八糟的。那驾校那么多人，你不好好练车，不是整点这种有的没的，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？你有意思吗？不是，不是教练，我不没想那么多吗？我这不是中午给你雪糕吃完了，我看你一直都不高兴，我这不想个办法想哄你开心吗？不是，教练，你别太生气了，我。行了，你走吧，你出去吧。啊，那我先去练车了，教练。啊？还这个人？哦。哎，不是，教练，你都吃完了？扔进去啊！你要是敢扔垃圾桶外边，看我明天收拾不收拾你！行，教练。阳光娘。